伯啊，系你知唔知Dickson就嚟走？我知啊。你有咩感受？好多谢Dickson一路喺大以嚟嘅，一路咁样去带我哋啦，去帮我哋啦，同埋照顾我哋。咁咧，你咧记住咧，要准时做功课，唔好成日咧再做 daily fighter 啦，知唔知啊？加油啊！神会祝福你嘅。今年都好高兴，但愿你能够有你嚟我哋做一年嘅导师啦。咁都好多谢你，每次小组嘅时候都好俾心机咁去预备，同埋讲解得都非常之好，同埋你难嘅非常之好，好过我好多。好啦，希望你出年去到翻乜者教会儿童部侍奉嘅时候都能够得力啦，有新嘅得着，同埋希望你继续能够做一个好嘅神学生，做个好嘅传道人啦。拜拜。Hello， 的神，好感恩呢一年你喺但以里边出现，成为我哋但以里一份子。好多谢你每一次小组里边真诚嘅分享，无论系圣经知识上面嘅分享，或者系你自己个人嘅分享，都非常非常之高质。所以好多谢你喺嚟紧日子，知道你继续会有读书嘅时候啦，亦都会翻返去舞会，继续有其他嘅侍奉。祝你以后都每一日都靠主常常得力，亦都最紧要系无忘初心。得闲翻嚟陪朕探下我哋啦，多谢你啊！嗨，的神，好多谢你咧呢一年解答我哋好多信仰上嘅问题，同埋同我哋嘅同行啦。系啦，好，我哋会好唔舍得你噶，你真系一个好好嘅导师，同埋好想肯定你咧喺但以理入边嘅付出，因为你系一个好大嘅祝福，同埋我喺你入边咧见到好多神嘅工作，所以多谢你，同埋系啦，唔好觉得自己唔掂啊，因为你真系好好噶。OK， 我哋会嚟探你噶，你都得闲嚟探我哋啦，拜。喂，Dickson，做男神学生系咪唔容易呢？
我都好欣賞你，因為咧你一年咧俾咗教會弟兄姊妹好多嘅祝福、教導、預備。我見到咧你都好認真，咁我咧就送一句金句俾你啦，係以前導師送俾我嘅一句金句，就鼓勵我咧做咗導師之後咧要點樣呢，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還要在言語、行為、信心、愛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我想這個是一生的學習，願意你接下來很快再讀到一年呢就落山侍奉了，繼續呢上帝祝福你的侍奉，大大使用你，拜拜。Hello Dickson， 好多謝你呢一路在教會那裡就跟我們經歷這麼多啦，一起成長，在Camp的時候呢都不吝惜分享你的事這樣，查經的時候呢都很 logical 地跟我們分析這個經文，雖然你要走啦，但是如果之後遇到什麼神給你的指引呢都要繼續堅持下去，就算未有人認同的時候。好啦，拜拜，恭喜我們但以理的神畢業啦，多謝呢你今年但以你查經的時候呢你的資料都非常充足啦，多謝曬。咁祝願你在遲啲侍奉路上繼續有從神而嚟的力量啦，咁更加祝福同埋希望你同你女朋友快啲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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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啦，多啲翻嚟探我哋啦，拜拜。好，我哋配合主題 Ruby Close， 咁我就潘彤 ，Close。Hi， 迪神，我諗快你又要離開我哋啦。咁咧，首先其實都好想同你講聲多謝先啦，因為咧都知道你一直嚟啦，都好 commit to 我哋小組活動啦，無論係大茶經啊，無論係有其他唔同嘅活動咧，其實你每次都好為我哋著想啦，為我哋預備啦，會幫我哋包底啦，特別係茶經嘅時候啦，因為都知道我哋即係呢組都好似好多問題或者根本知識比較薄弱咁樣啦。咁但係你都好好啦，每一次都會解答我哋嘅問題。跟住，同埋我都好欣賞你好同我哋打成一片。其實坦白講，每個禮拜其實都好關心我哋每個人之餘咧，你都好即係好努力去融入我哋當中啦。好多時見到食飯啊，或者去 camp 你都有即係有參與到，同埋都真係好真心咁想同我哋交流。係咯，所以都好多謝你啦。同埋都想同你講嘅就都想俾啲鼓勵你嘅，因為咧都知道你一直嚟啦，都可能成日都覺得話自己做得唔好啊，或者會有好多即係會有自己反省，或者甚至乎埋怨嘅時間，但係我都想同你講嘅咧，其實即係而家已經做到好好啦，同埋其實上帝咧都係睇我哋每個人嘅心意，同埋睇我哋有冇盡力去做，而唔係睇究竟最終嘅成果係點嘅。所以都好想藉呢段機會去鼓勵你啦，都希望你日後可以繼續去無論做功課啊，無論係再去實習或者出到嚟第二次做傳道人嘅時候咧，都可以對上帝有信心啦，對自己有信心啦，都可以繼續享受為上帝去做好見證，為上帝去奉獻的時間，都求神真的可以祝福你這一段日子。而我們但以理都隨時會歡迎你再次回來在我們當中去分享，去繼續以生命和生命，加油的神。好，那我是老林啦，那現在有些事啦，那剛剛就考完試啦，那出到來這裡啦，那要拍條片去講一些事啦，那的神又好感謝你呢一年喺教會服侍啦，因為其實今年就好特別嘅，因為我喺教會就比較involvement係多啲啦，咁而今年咧就認識到你啦，咁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啦。咁當中其實喺你身上學到好多嘢嘅，喺聖經或者信仰上，或者係做人上，咁而你亦都幫助好多啦，有啲好困難嘅時間，你都同我一齊過啦。如果你聽到我講咩話啦，因為周圍啲聲有啲嘈啦，咁啊，但係再詳細我會再之後會再同你講啊，因為有啲攰啊，講到有啲唔知自己講緊乜咁啊。但係我祝你之後會繼續順利啦，有好嘅生活啦，同埋喺信仰上係更加有進步。做更好的服侍，我祝福你啦，系啦，咁有咩我都系嗰句，系会再拍片讲嘅，好就系咁啦。Hello，Dickson，
都好多謝咧，你喺呢一年入邊同培真啦，同彈兒你小組嘅同行。雖然咧，我唔係成日有時間翻到教會啦，或者翻到小組，咁但係每一次咧，都的確嘅感受到你好落力嘅去預備周會啦，想盡力嘅將個信仰嘅一啲新嘅知識啊，或者一啲更加鞏固嘅知識帶俾我哋啦。而且都感受到咧，你好真誠嘅想去關心每一個組員或者每一個會友。所以好多謝你啦。我都相信咧，喺之後侍奉嘅路上面咧，你都可以用你嘅恩慈去關心啦，或者去服侍更加多青少年或者係職青啦。咁我哋有緣再見啦，拜拜。神，多謝你今年對但你付出嘅時間同埋心機啦。你好俾心機幫我哋手打查經啦，同我哋去 camp 啦，同埋解答好多唔同嘅信仰嘅疑問嘅。咁都好多謝你，同埋你都好用心同我哋每一個建立關係啦。之後你就會離開培正嘅中心會完成你嘅實習啦，希望你之後都會努力啦，唔好成日做 deadline fighter， 同埋用你嘅智慧同埋熱誠去服侍更加多人啦。得閒翻嚟探下我哋啦，拜拜。Dickson， 再一次同你講拜拜啦。咁咧呢一年雖然我翻小組嘅次數十隻手指都數得曬，但係咧每一次翻去啦都好開心，你會喺度跟住會有好多 inspiration 啦，俾我哋跟住有好多方向俾我哋啦，咁我都好享受。所有環節特別是查經的，咁咧希望你之後努力繼續讀書，唔好再咁夜瞓，同埋咧希望出到嚟啦，可以服侍到你想服侍嘅社群啦。好啦，拜拜。Hi， 咁你有咩想同佢講啊？我冇咩想同佢講喎，因為我預咗成日都會見到 Dickson 噶啦，之後咯，係啊，你多啲翻嚟揾我哋啊！冇錯，多謝 Dickson 咯，佢呢一年啦。在我們做無主孤魂的時候去接收這班羊啦，然後呢我又覺得即在你身上呢是好看到神的工作的，即是原來在即原來一個信主這麼短的時間的人呢都可以這麼委身去服侍啦，然後呢就很鼓勵咯，還有即你跟我們做了幾次的職稱，雖然我們都是最後都是冰冰冰和嘿嘿嘿同埋講笑咁樣完結咗啦，但係我真係學到好多嘢。我覺得可以係咯，你係一個同行嘅人嚟嘅，係啦咁咯。雖然你有時咧講嘢真係好悶嘅，我呢段可以 cut 咗佢噶。最後講句咩好啊？拜拜。我覺得祈禱，祈禱，祈禱，祈禱啊！好，我哋想送一句金句俾你，就系咧，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Yes， 加油。Close， 拜拜。Dickson 哥哥，我祝你读书加油，我会挂住你嘅。我为你祈祷。挂出啊！个秘密俾你听啊！我前排咧先送咗生日礼物俾我女朋友，但系咧我迟咗成个月啦。全都人，拜拜，深深拜拜，拜拜。Ruby close， close。咁我就潘彤 close。